魔幻六 D 立体的重庆，相当于进口和出口有四层楼的那种差距了。一棵树是，就是重庆市的市树，叫黄角树。要胜利了，对，冲啊！有句古话你知道吗？叫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我简直一整个大无语。Hello， 早上好，今天是3月30号，我们现在在魔幻六 D 立体的重庆，看一下重庆的楼，高高低低，可能你现在的叫什么楼顶就是别人的一层是吗？可能还是地下室。我们现在在 B 二层，也就是负二层的停车场，你就会发现它的侧面，楼下还有马路，然后对面是江边，嘉陵江。嘉陵江。我们现在是从 B 二层到了 B 三层，出去。负三层。负三层。哦，我们要从负四层出去啊。哦。所以我们刚才负二层就是这条马路的二楼。然后我们现在从负四层出去，就是对面这条马路的一楼。对，但昨天我们进来的时候其实不是从负四层上来的。对对，我们正面我们是从一层进来，然后呢停车停到了负二层，然后但是我们背面的这条马路呢，它就是负四层才是一层，相当于进口和出口有四层楼的那种差距了。快点来重庆打个卡，三层啤酒兄弟请你说一遍吼，快点来重庆打个卡，重庆人民一天到黑欢乐走，来重庆打卡，打卡重庆出色豪华兄弟与我不嫌，重庆打卡来打卡重庆，嘉陵江边留下你的脚印，来重庆打卡，打卡重庆跑到上坎这份雨风得变，重庆打卡来打卡重庆，请你吃喝杯啤酒冻杯冰淇淋，啦Hello， 我们来到了重庆南山一棵树的观景台。那为什么叫一棵树呢？因为就是山上有一棵树啊。就这么简单直接吗？对啊，因为它山上有一棵树。对，然后听说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观看夜景的平台，然后是去看看，就大家看到的重庆的那个一个江，一个有一个湾，那个都是在这里。对对对，那是吗？对对对，到了南山一棵树的售票处，然后它是分淡季跟旺季，淡季15块钱一个人，旺季30块钱一个人。然后我们现在是三月，已经处于旺季了，30块钱一个人。然后我们先往上去看一看这个景点值不值得让我们两个人花这60块钱。对，然后这个就是这棵树，就是南山的一棵树，一棵树了。一棵树是，就是重庆市的市树。叫黄角树，这边就是它的一个观景平台，就这么一点点。嗯，我们俩可能觉得今天的雾有一点点大，所以说整个都是白蒙蒙的。我们觉得今天可能有一点点拍摄不出比较好的一个东西，所以我们就打算这个放弃了。对，这60块钱不出了，去吃好吃的，省了省了。嗯，哇，看这个视野超级好。不过今天有点遗憾的就是这个今天的雾有点大。嗯，不愧是雾都，快看这。不要钱，这有一个步栈道，然后你看啊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，然后随着步栈道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然后再嘟嘟就到一棵树观景台了。走走走，啊，这个下面好好看的，给大家看。好看好看。好看的吧？我们已经下了一段路了。对，我们已经走了很久了，然后前面还不知道要走多久，然后看蜿蜒的小路，然后这边一直有树遮挡着，我感觉我们快放弃了。但是前面的几个地方名字都还挺好听，叫春江老、我们空山台、望山坪。你看我们走了，感觉走了很多。你过来看，我们才走了这么一点啊！啊，我们还有奔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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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走，走走，走走。我们已经走了很久的下坡路了。刚刚托尼哥哥提醒我说，如果我们原路返回的话，将会是一路的上坡。我听到就有点瑟瑟发抖，我想到了我在乐山骑自行车的时刻了。瑟瑟发抖也没用，这已经既成事实了。好像能看到一些景观了一点。对，而且感觉能通往一条路啊。对，我感觉这个走下去，我相信重庆这座城市不会让我失望的，它一定不会让我原路返回的。我们现在走到了点到什么？走到这儿了。且迎风台。没有没有，且迎风台在这儿呢。我们现在在这边，哦、我们要走到这空山台，然后再这样往回走。OK OK。我们现在已经走了一半，是肯定走了。你看，从这到这，我们走了、我们走了一拃长了。我
们再走。 OK OK， 我们到了一个关键的交叉路口了，往下走就是桂花新村的一个入口，然后我们要去一棵树嘛，就要往上走了。对，走开始爬山了啊，都是上坡了，给大家探索一下有没有免不花钱白嫖的一棵树观景台的风景。你说白嫖我完全不同意，因为就是金钱，要么就是有句古话你知道吗，叫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对吧，我们现在是有力的出力，没毛病吧，没毛病。好，走一会儿又到了一个分岔路口了，对，往这边左手边走就是龙皇公路次路口，然后这继续往上爬就是南山一棵树观景平台。对，走，这里写的禁止攀岩，就说明一定能上去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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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回来快回来，狗说你不能和我走一条路啊，你怎么那么凶，哎小心点小心点，哎小心点后面啊，别掉下去啊。我不过是想超个近道，居然有狗开越。你知道这个狗是看得懂这块牌子的，就提醒你禁止翻越，好好走吧。它好凶。我们已经到这里了，庆香亭应该是上面这个亭子，对对对，庆香亭吧。对。然后还有这么一点点，我们就要胜利了。对，冲啊！这里也写着啊，往右边走，一棵，哎呦，一棵树。我差点摔一脚。慢一点，这里出去到底到哪里啊，你说我们会进到景区里面吗，会不会进去了到那里他有一扇门堵着，然后问我们要钱，最后我们变成了又要出力又要出钱，有没有可能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有99.9%的判断，嗯，就是售票亭旁边有个小铁门，嗯，这条步道最后就通到了小铁门。那我们算进去了吗？直达售票处，没有进去啊，还要就是那平，对，你就回去了可以啊，对，就对，合着他是把我们送往售票处的，你就绕一圈，对对对，99.9%啊，历史视频为证。我有点相信，但是我又不太想相信。好，走走看吧。你看托尼的汗呢，给你们看看托尼的汗水。你看，都已经走，你看他走了，冲！万娜平时不怎么出汗的，爬这个步道，你看背后全湿了。重庆还是有点热的，我穿的有一点点厚，是，今天外套有一点厚。我们好像走到头了。啊，是哪里？马上揭晓。我有一点期待，有点紧张。哎，是个垃圾桶。啊，不是这。住在这里面也好好幸福啊。哎哎哎，一棵树观景台往这走啊，是往前面直走啊，这里啊，啊是往前面，我以为往下面走呢，下面又回去了呀，哈，谜底揭晓了，出去就是售票处。真的吗？100%，100%，出去左手就是售票处。是的，来完了，来，哦耶，你看，我简直一整个大无语，我爬着一整个栈道，我是为了找你售票处，售票处我找不到，未必我要走这么长个栈道，我汗流浃背的就为这个，怎么样？有啥感想？感想就是我走到一半时已经发现了，但是内心虽然已经有千万只什么东西飘过走过了，但是也就事实如此，只能这么走回来是最省力的，对吧？然后这个60块钱怎么着都不能花了，为什么？我们要补充体力，60块钱去干那一棵树，嗯，下面有什么土豆，还有什么东西来着？凉面，吃翻了。反正我是觉得。我不能既出力又出钱，这两件事情我只能干一个，反正我出了力了，哎，我健康，哎，对呀、啊，我们达到了内心的愉悦，分泌了那个叫什么内啡肽，对、嗯、比多巴胺要幸福多，现在我们要吃东西同时又分泌多巴胺快乐 double 快乐 double。
王门吉也说 no。 北风楼市吹，吹得我脑壳痛，比起中华我更爱欧吉老龙凤。我爱我的重庆，有火锅烧烤闺蜜。我爱我的重庆，有爹地妈咪大姨。我爱我的重庆，有火锅烧烤闺蜜。我爱我的重庆，有爹地妈咪大姨。